哎，哦，这不吵就好。哎呦，哎，海哥，你摆短能不能让这球不落下去？啥叫不落下去？就是球别让它掉下去，这就不行呗。哦，就你能不能让它别掉下去？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球我们能吗？不好摆，这是要功底的。这也要功夫。嗯，这个得要功底。我试一下啊，我试一下。嗯，我得向这面来吧。嗯。不好摆，不像发球。这得加暗劲儿了。哎，这个可能。这游戏，这游戏。别动别动，看能不能掉，别动，肯定掉不了，这一看、对，就得加那个摩擦的按劲儿，嗯，就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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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大家点点关注啊！大家挺有意思这事儿，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乒乓球有些意思，有些事儿挺好玩。海哥，再给你再来做个挑战啊！就是毛巾这个盒嘛。直线吧，你几个球能发到它？直线呢？嗯，给你仨机会。仨机会啊？嗯，仨机会，看能发过来吗？发到盒子上。勾手没戏，勾手发的不成，一个左侧旋还能有点戏，擦网这不算 啊，擦网不算，擦网不算，擦网，哎呀，差点儿，不是勾手发球很难发到底线，嗯，哎呀，这够满了，我试试，嗯，你就我跟你说，这球最好发就是奔球。奔就这一个奔就解决了，是啊，一个不好发呀。俩，我发上你请我吃饭。行。我发不上我请你吃饭。好。扮猪吃老虎，上当受骗了吗？这大海能上当受骗？前两个先发不上，这老韩总这么跟我玩儿。哎，你我这个给你完，你吃不了发球，你信不信？然后我说对，我接俩，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接上，我就给你500块钱。你接不上你就给我。我小时候贼傻呀，100、200，经常这样被骗。被老韩那啥？他前面他俩他不使劲儿，你知道吗？最后一个使来，最后来个使劲儿的。嗯。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大家。哎呀，逗死了！没有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啊。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对，嗯，就是很多时候老韩能做到啥但我做不到，他发我那个口红。哦，就是比如说发口红。嗯，哇，这个更做不到。他发我口红，老韩，我看他跟帅他俩有时候玩这个。嗯，这个，就咱就别说长的，咱说短的，你能不能发到这个？这更难，这更难。长球还可以用点力，短球更难。你看，其实不是你发的不好，就目标物没那么准。你看，不好发，不好发，真不好发，嗯，不好发，我也发不着这个，长球还有点希望，我试试吧。嗯，不好发，再进一个。嗯，哎，真厉害。还有练手感的，就是弹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哈，就是你球进去，你不能弹出去，力度，你看这就力度大了，就力度必须正好。这个也非常难，就是进好进。其实练手感都是玩出来的。对，你正经你练不出太多。就这样式的。就比如说穿越啦，就是或者是什么这种哈，就这种各种就这么玩摆了，都是玩出来的。我们小时候玩摆擦网。就是昨天我给你演示那个，就发球，你现在试试你能不能。你发几个能发出擦网来？好像。你看，你看，哎，还差一点儿。嗯。还差一点儿。
好像我忘了。昨天绝了啊！昨天那个擦网发了，刚刚擦，哎，一个。不好发，你试试，你看你能不能发擦网。长球擦网没有短球好发。这短球能擦是吧？嗯，短球好发。不好发哈，力度不好控制。我觉得你为啥选勾手啊？勾手更不好发呀。我有这两天练的就是这个。哎，你勾手很难发出擦网，左侧旋的弧线是不相对来说摩擦底部要好一点？还是高。对，因为我这个勾手想让它低一点，对。就是、我看我勾手能不能发，够呛。你看，哎，擦网。对。为啥呢？因为勾手摩擦它这个点，哼。对。它过去的弧线，哼。要不它过不了网，它不像左侧旋。左线旋，对。来看一下啊，擦网。这网是新的，绷得太紧了。嗯呐。不好发。还得发擦网过网。对，直接过去完擦。但我们以前是摆短。哦，白短摆擦网，因为白短摆擦网它基本没戏了。对对，你发球擦网重新发、啊。对对，白短摆擦网基本是。我试一下，我看我仨能不能摆出个擦网来。哎，你这啊一个，等一下，但我能摆住让它不落地，你信不信？嗯、手上加点按劲儿。嗯。不行，我看我这个力得怎么调哈、啊，还是不行，还是不好摆。其实摆的已经很低了，已经很低了，但就是，哎，你挺厉害，哦、差一点，嗯，照网上那块整，哎，不好摆，这个不好整，兄弟们，嗯，这不好整，哎呀，但是摆住了能让球别落下去，这个就行了，我觉得挺好，这个就是绝了，绝了，对，你试试。你摆给你仨机会，你要让他不落地，那顿饭就不用你请了。不落地啊？嗯，不落地好像够呛。再来一个啊！你看，一个。没戏，来，没戏，不用纠结，两个。哎呦！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啊！你赢了，我请你吃火锅。好。就最后一次机会。好嘞。还不行，这发就是你手上得加点摩擦，你没摩擦球肯定往前蹦啊。对，这感觉。嗯，行，我俩在这儿。嗯。没有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对。啊、嗯，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点点赞。嗯。好不好？没关注小韩老师的点点关注，两顿饭了。对，大家还想看什么挑战？300能不能冲死海哥？那太简单了。那这进攻呢是必须得冲死的。对呀、啊，你要说300能不能冲死我，这还有点可能。对，这还有点可能。那、我进攻业余不好防。他转，又转又顶，就这种感觉。海哥表情，你想请吃饭，这家伙又转又顶。对，嗯，还想看啥？嗯，对，欠我两顿了啊。看看，对，什么？眼看三顿了，别整了，行。对，海哥，你得勾手吧，没啥旋转，就还是手上这一下没用上劲儿。对，来吧。今天晚上给大家讲防守，好不好？嗯，就是，就这个。哎，海哥，啊、我拉五个，你对上一个，我算你。行。全台啊。啊。他对上一个，我算他赢。嗯。不行，这太快了。你成功的躲过了三游戏了。这太快了，嗯。不好防。你来，我试试。嗯。我五个防上一个，你请我吃饭去。好。今天的课就要玩海哥。嗯。我试试啊。你不能这么打呀，你这么打不是高球了吗？哎呀。一个。两个。妈呀。三个，四个，五个，全防上了。你可以再使点劲儿，拿出你的洪荒之力。你先打一个，我看看你的架势吧。
操，你这敢打高球了，我，你这，我是这么给你发的，对吧？你是不好操作，你这玩赖吗？就是，得低点啊，你是，行，这个太 so easy 了，来，五个球我打上仨呗，行，现在三顿了啊，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3-1，那我也赢了。你也可以，你盯住了。盯住我不行，我都害怕。害怕啥呀？就砰一下，这你速度害怕打到你啊？对，你那速度比我们速度快，我感觉。不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就我想往前顶，就是往前顶。因为你人站的，讲到这儿，我们给大家讲讲，就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对手经常给你这种高质量的球？有。有没有？有。就是冷板嘛。这，砰一下，对对，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今天本来就要讲反手啊，其实这种球主要是人得蹲下来，海哥，因为你太高了。你比如说你打我一个，你现在状态就是散，你看，然后所有的球，你看你一发力，看，你会感觉到什么慢？对，就整个人是比球慢半拍的。对对对，对吧？对。但是所有的球，如果你这样来，你打，你看，发点力，再快点，速度太慢啊！你看来球以后，对准，看。就是他一发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先去对球，先去对球，千万不能动作太大，因为别人是进攻，你是防守，哦，就给你正手也是，你看你正手我一给你，你是这样，哦，你说他怎么能过得来？是不是？你肯定要蹲下来，你看你才能瞄准，因为击球他打过来球的弧线是这样的，他是进攻，他不是搓，他不是碰，他要碰的弧线你就可以这样，他是防守。对你一发力的时候，你看，你看这弧线走的，你发个力往这打，你看，对，你越发力它越低，你再试一下，收脚臂就好了，都出界了，所以你下来的时候，你在你跑到正手位的时候，你看，再快点，再快点，直接顶上啊，对，就是。他给你的球越低，你人越低，然后手放到前面，你这么大的力量，你再打一个，你就不用发力了。你看，你给他，你再使点劲儿，他轻了。基本上就靠拍子和胶皮的反弹力就够了。就像个反弹板似的，放到那儿。对你试试，来试试啊，别躲，你这，快200斤了，躲啥？来啊，重心下来。哎，有点。再快点，海哥，再快点。对对，有点感觉了。对，再快点，拿起来。哎。这一下还是慢，就是，比如说对方在进攻你这一下，啪，啪就给一下哈。对，你看，我知道，我是慢半拍。你再快点。对，快点。我是慢半拍。来，哎，再快点，漂亮，可以，再快点，对他，对他，对球，哎，漂亮，对球，海哥，哎，对，哎，这上了。越怕他越对不着，明白？去找他，比如说球在哪儿，帮就在哪儿，帮帮帮，去找他，没有什么可怕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劈完之后主动防守，主动防守啊，对呀，主动给让主动去防那一下。对，反手也是同样道理，你重心下来，手拿起来，放球台上面来，对，球台上面，对，看，进球，还是慢，还是慢，再早点，早点，就帮帮这个感觉，走，漂亮，走。好防不好防，直接顶着防就对你就是被这个对方一发力动作一大呀或者怎么样吓的哦呀这好完了很多球友就是打完发完球对方一了算了那不行我就得感觉这不行球友们就是很多时候对方一发力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应该是什么快速找到防御状态就帮帮帮帮他应该是这个节奏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一打完算了那半高球是不是有没有球友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算了是吧没有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别放弃对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点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大海欠我三顿了啊球友们三顿来吧然后下一步就是什么钉球你看他发力的时候如果是撞击你就动作小把手拿起来因为撞击过去的球大海你别接你看你看崩过去看这弧线看崩是崩的高所以你一定要把手拿起来这样式的啊哎对动作要小手放在前侧然后动作要快动作快然后钉我球来蹲下来蹲下来盯我球，我给你哪个点的时候，迅速啊！
走，漂亮，盯球，对对，别躲，给动作，给动作，嗯，别躲，海哥，给动作，对，漂亮，嗯，给动作，漂亮，嗯，别躲，别猜，对，来，你给我发俩，不对，海哥，人还是不定。对，就你在这儿张牙舞爪，对手就会很定。就你现在打，比如说你一发力，发点力啊，哦，发点使点劲儿，嗯。对，你现在是啥？哎呀，不好意思啊，这种感觉。啊，你看，看，放。啊。走。走。走。啊，这个感觉。就一个特别小的动作啊，再来。懂了。再来。稍微往后站点啊。嗯。看球，手往前拿，嗯，跟上速度，漂亮，漂亮，进球，进球，漂亮，进球，好，跟上速度有点慢了，对，好防不？好防，啊，这感觉知道了，往前，对，球友们。如果对方比如说他很多时候相持他是什么球，比如你给我板正手，哦，他夸嚓一下，哦，他这板他打你的时候别虚别怕，你别不做动作那不行，快速把动作做出来，帮帮帮给他一下，嗯，给个稍微点，给一个点的动作，不要有后续慢慢慢，就是帮帮这个感觉，懂了好不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嗯，大家没有关注我的，左上角有一个免费的关注，然后关注我的，给小韩老师点点赞，好不好？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啊，大家。嗯，是的，每个人给小韩老师点200个啊，哦，感谢大家支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继续讲其他的这个防守。防守。嗯，那么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怎么能让对方拉的不是很冲？我们来总结一下。不是很冲，对我。我有时候一拉拉拉拉，对方一顶我。好，我们就用海哥试验一下。我给你三种球，啊，来，你站过去。啊，第一种，这个肯定冲不上。对，再来，第一种。啊，第二种。这可以。再来啊，第二种。哎，啊，第三种。第三种，你感觉哪种球最不好拉？劈你劈的快的。一三。一三不好拉。对。就最不好拉的，最不好拉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我刚才给你那拉上那个，踢的那个就第一种吧。第一种，对对。第一种就是代表越快的球它越不好拉。哎，对。那你再结合一下比赛，来，你上反手去，回去，和第一种它为什么不好拉？都顶我。对，它速度快，速度快。我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到这儿来了。好，你站在这儿，我给你一个快的，你看好不好拉？好拉，好拉，好拉，好拉。那你站回去，站反手去。就这块慢，影响时间。谁都慢，专业也慢。哦，你明白吧？明白了。就是什么球不好拉？不是转，是快，它就不好拉。对他快就感觉显得低，弧线往下扎。我给你发个球来，这球特别转，这球好拉呀，你看，这好拉呀，是不是？跟我，帮，这就不好拉。为什么不好拉？快顶我，因为你做不出来动作。对，就到这儿，我还没等做出动作，球来了。因为你做的不是拉球动作了。对。为什么你没做出来？你可不就不是拉球动作？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为什么总挨揍？因为你发完这板球，来，海哥，你给我发个球。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为什么你的防守经常被动而形成不了主动状态？因为给我发个侧旋，就侧下就可以，或者侧上也行，侧下随便发，嗯，短球。对方来球以后，因为你的接发球总这样，总整这种又高又慢。嗯，是不是，球友们？那你说他又高又慢，是不是人的下意识反应就哎，不打就想打你一下？对，哎，因为人一高他下意识是往下走，嗯，平的他下意识往前走，往前走，只有低的他才下意识往上走。懂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接发球的时候为什么总挨揍，就是因为你在接的时候你没把球送长，没把球送低。懂了。你看啊，比如说海哥发一个，发我个短球，嗯，如果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我们给对方这样的球，你说他能不冲咱们？就是你这个球防得再好，学了再多防守技巧也是挨揍。
也是防不上，也防不上。但是如果你这板球，比如说我们第二级别，我们不这么高，但是我们慢，这个球他都得想一想。他这个冲，我这个拉就跑了，对不对？他可能就不太好拉，不太好拉，有点。他可能冲的时候他就存在失误了，对，所以他可能加摩擦。那如果第三种呢？对方发过来这板球，你把弧线控制好，你又能加上速度。是不是他都得想我咋能整上，还能想冲你的事儿吗？对，我就寻思把球先拉高调整起来再说。对、第四种是什么呢？我又能把弧线控制下来，我又能搓长，我又能搓快，我还能控制落点。我还有落点变化，我不是全是你反手，不是全是你正手、我还有中间，我还有边线。这样的话，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相当于给他制造了相当大的一个进攻难度和环境。对，像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不是就不好抢？不好抢。那你说咱接发球，咱说对方一发的时候，你总是为什么他冲弧圆球这么厉害？因为你总接这种球。对，这半高。又是半出台，又顶不住，完了还正好出台，完了还有点高，完了还不加摩擦。全是碰的，所以你的防守的能力就跟我说你弧圈球能力一样，你弧圈好不好是看发球，那发球不好，那弧圈咋好啊？还得是看发球那一块儿，是不是？哎，你弧圈好，弧圈好，前提是对方给你的质量低，他给你质量高，那弧圈球全被压住，被顶住。防守好不好是看控制，你是能劈住他，还是能顶住他，还是能调动他？而不是搓一个半高，海哥防不上我就能防上了，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上一板控制对手，对手过来这个球质量低，然后小韩老师才有更多的机会啊、这是连带关系。对，他是、因为他是衔接球，他是、他存在上一板，对不对？你步伐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上一板的单板质量。如果上一板人家给你这儿，下一板你这板质量低，他这么变线谁都过不去。但他如果这么变线，谁都能过去。谁都能过去，这是连带关系。对，他的每一板，从你发球和从对方接发球的第一板开始，就已经在考验我们的单板质量了。所以看重不重要？重要。发球为什么我们搓球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大部分被冲的，你要是发完球被冲了，那你这球得发的就这样的就被冲了，实在是太弱了，是不是？对。你一般情况下都是他发球完你没搓好，对，没控制好，他冲你一板，或者对方发一个侧上你一撩，你这样，直接顶对，直接人家给了你一板质量。对。所以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我们不用说我们非得占据主动冲他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尽量的去控制对手，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占据很大的一个主动了？是，是吧，球友们？是。好，这个能不能理解？理解了给我打个一啊，我问一下。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对，理解了给小韩老师打个一。对，打个一啊。对，感谢球友们的支持。我看一下。理解了。好嘞，没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哦。对，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啊，感谢大家支持。对，今天的话主要是给大家讲防守啊。好，理解了。那么下面我再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比赛的时候这个防守大家是怕高调还是怕前冲？怕。问问大家，对，怕高调还是怕前冲？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是怕高调还是怕前冲？对，问问大家，高调，前冲，都怕。好像防守稍微有一点被动，是不是？对，就是防守这一块感觉好像。来吧，我教一下大家啊，是不是都是接发球接完之后下一板不太好防，对不对，球友们？大部分应该都是处于这个阶段啊。没有关注小韩老师的点点关注，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点点赞。好，那么首先啊，海哥我搓一板，然后你给我拉过来，搓你正手吧，行，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你接发球，但凡是他能拉的肯定是你用搓或者是用碰的状态，所以当你这板球搓完之后，看看我为啥慢了，球摆造型了，完了不动了，对，没还原。再来一遍啊。
哪去了。嗯，真的，你看看自己的比赛视频，真是这样的，有搓完之后真不回来。真搁那看看能不能拉上，看这小子步伐能不能合过去，真就不用脚，拉不上就不回来了。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搓完的节奏，正常节奏应该是什么样？来看一下，再来啊，哎呦，不好意思，没事，你直接拉也行。搓完这板，不管你是反手搓。还是正手搓，你肯定是上一板球，或者你长着搓，你这样接发球来，你发我这儿，我搓你，搓你正手，啊，你是不是也要准备还原？现在咱们目前是存在三种情况，从侧面看，第一种是上来完之后就不动了，完一看球真拉上了，再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你搓完这板球，不管它能不能拉上，不管它是什么水平，咱不管。搓完这板球之后能不能迅速还原，这是要求的第一点。对，就是你接完发球搓完回来，搓完回来必须要主动性的进行还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搓完这板球身体别往后仰，别往后退。比如说哈，我搓完这板球没事，你不用拉，你看怎么防这好像对呀、啊，是不是你越往后这板球照顾面积越大，越不好防。啊、哦！所以当我们这板球搓完之后，我们应该站在近台防守，这个照顾面是最小的。懂了。第三个，搓完这板球以后的身体必须是含胸收腹。如果我搓完之后，嘣，因为你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进攻，对吧？小韩老师说的对吧？对，因为比你水平稍微高一点的，他肯定会要主动进攻的。对，牵制与反牵制嘛，他不会让你总进攻。他不会让你总进攻，他肯定会进攻你。所以你在搓完这板球的时候，人一定要收腹前倾。来，海哥，你拉我一个反手。直接拉就行。好嘞。如果你是这样哈，哎，和你这样去防，你过去的球的质量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这么防完，来海哥你发、你这么防完过去还是一板半高，还揍你，还揍你，对，还揍你。嗯，你防出去的手必须是什么呢？让他这板拉完下板来不及，这就厉害了，是不是球友们？是。所以他拉完这板球之后，人的重心就一快点还原，二不要退台，三重心前倾，我去护住这板球。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主动防守。懂了，对，这就是防守的一个要点呗。对，因为大部分的球友呢在防守的时候、第一个他是感觉怕和愣，就是他搓完之后站着，第二就是不做动作不行。防守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技术，你必须做动作。我现在向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海哥你在那边拉一下、哎，这哪怕做个动作晃他一下，他都有可能，对。我那麦克没事。不是啊、不是晃他一下，是必须做动作。做动作。就像我那天说的，比赛的时候没有舒服的球。哎。大家要记住，他没有舒服的球。比赛。啊，来海哥你拉一个、现在就是对方拉他正手的时候，咱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就是防守本身就是被动转进攻，就你必须得在被动中寻求回方法。所以即使你很慢，你看他一拉，你看第一个我手得撑出去，你不能就在这个幅度，你说你脚得上到这儿来你才能防住对方的正手，对不对，球友们？对，你手得撑出去，你可能人站中间手在正手，你看人在中线手在正手撑出去。第二个就是这个球一定要找好距离。如果你看啊，球门，我在这儿，你看，根本对不住点，看，啊，如果我在这儿呢，来，哎，好一点了、哎。如果我在前面呢，就会更好了。对，速度防速度也快了、所有的防守，除非你是反拉，你比如说我站在这儿，海哥这么拉我，帮我反拉一把，我可以转腰引拍，剩下的防御性防守。全部都得在你身前，
就是你正手位过来，他一拉你，你得在这儿防。哦，你如果在侧面旋，你在后面基本就对不上，肯定对不上。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你就是没有他速度快。防守是不需要找合力的，攻球不行。你看攻球，来我打个攻球，你离这儿近，你能打出力量吗？嗯，你肯定是引拍发力，嗯，对不对？你看来一个引拍发力，这样才能形成合力。但是当对方发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手就要从后，最差最差得放到侧，如果再主动就放在你的身前，在这儿去防啊。一来球，帮我一个防守，防守。一得做动作，二得撑出去，三得在前面。前面，哎，他打得再快，你看来球以后，哈，哈，他打得再快，我也能跟上他的速度，我也能做防御性的动作。有些人的进攻只有一板，你好好想想，有几个业余球能连续冲你的？好像真没有，就两一板很少，嗯，很少能连续冲你，嗯，所以你把他这一板绝活也好啊，杀伤力也好，你给他堵住了，你可能真就能赢他。哎，真是。真是这样，嗯。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高手，他为什么颗粒他赢球？不就是因为他一冲的时候颗粒卸掉力量，他能砍过去，他能切下来，对，他能吸下来，对。完下一碗他一冲失误了，失误了，真是这样。对，他可能就有一碗，嗯，因为重心也好，步伐也好，他是需要不断强化系统训练来堆积的，嗯。很多人的进攻真就是那一碗，然后你防过去之后，他下一碗他马上就砰。碰过去，对，对，哎，你比如说很多，你看我中间拉一个，给我一个正手啊，他第一板下旋拉，你看，比如说他第一板啪一板爆冲，我拿横板吧，哦，直板不一定，来第一板爆冲，然后给他正手的时候，他一般都怎么处理？哦，一下一上，一下一上哈，第一板拉完，哦，走，然后，哦，是不是这种动作的？来再来一个一下一上，哎，这种帮帮很少，懂了。非常好，你发球节奏太奇怪了，嗯，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少，一定要连续发。好嘞，好嘞，嗯，很少有两板球能够做到一个连续进攻的，很多时候，尤其你看你发个中间给我个正手，好嘞，很多这种中间完之后，这板球几乎都是这种状态了，只要你第二板防守稍微打开点差距，它就不太好拉，嗯，不太好连续进攻，但是就怕你什么呢？拉完起来来。给我俩球，嗯，第一板人家发完你拉起来，第二板防个这样的球，那他一定会冲你，而且还在原位置，嗯，那肯定的，他不用动不用调整就冲你了。而且大部分的比赛大家算没算过，不是全是你进攻的，你把这个防守防好了，你的进攻就会更有底气，你防守防不住，你只有进攻这唯一出路，你的进攻就会具备很大的一个相对的难点吧。对，我觉得对，就像我感觉我遇到的对手，他防守好的话，他冲不动人家。所以说我们在，嗯，对啊，就是他拉的你能防上，嗯，你拉的他防不上。对，他发的你能接上，你发他接不上，你就赢他了。对对对，就这个。不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吗？对对，你发过去他能接上，他发球你接发球失误，嗯，吃的多，你肯定赢不了他。对，就这个。他进攻你防不住，你进攻他能防住。你肯定赢不了他，你肯定赢不了他。对对，几乎就是无论他怎么颗粒也好，什么也好，左手也好，右手也好，他都离不开这个规律。懂了，是吧？是。所以这个防守，我觉得球友们可以试试。而且大部分我见过的高手都有防守好的，对，都能防不太掉，手感非常好。嗯啊，所以他一拉你正手的时候，手一定要在前面啊，嗯，他一冲你啊，来球以后。手一定要在前面去进行防守，嗯，然后这个防守状态是动作一定要小，我们可以根据对方来球到你正手位，因为大部分我们是不是从反手移动到正手，哎，是，除非正手接发球直接到正手，嗯，所以他给你正手什么样的球你就打什么动作，比如说海哥来我给你发一组，你看看啊，嗯，我有可能给你正手是快的慢的下旋短球半高，比如说来球快的，哦，慢的下旋回去，下旋，哎呦我去，这块快的，快的，短的，对，中路下旋，快的，对，根据不同球，慢的，哎，慢的，短球，根据不同的到你正手位的球，你需要有不同的动作，嗯，比如说刚才海哥为什么慢呢？是因为他脚始终都在这儿，他全靠手。你比如你发我正手快的，如果你这个球下旋了，上旋啊，
如果你人的重心都过来，而不是这样的，这半球你就能处理。对方劈你特别快的下旋，来，你给我发个特别快的下旋。这球为什么你拉不上？因为你一过来的时候，你重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感觉你很难。如果你保持住你的重心，缩小你的动作，哈，来球以后哈，大点大点。啊，这么来球以后哈，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小韩老师拉的真是。如果给你的发的短球，你发一个短，你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半高。如果上来之后，你看到对方是短。你重心上来了，你就可以劈出去。劈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比赛，刚才给你做的这半台不定点的所有球就是比赛，身体要跟上，就是比赛。明白。很多球都是因为你过去的时候过来了一半，导致你的重心和脚下没有充分到位，然后就会导致这个球也拉不起来，上旋球也没有质量，没有质量，短球也是一板碰碰。这就输球了。你把你身体再调动的积极一点，然后盯着我的手。好嘞。你别总看着球来了是在哪儿，你盯着这个手，他给什么动作，你去做什么反应。好的。你再试一下。是，身体跟上。没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啊，球友们。好嘞，大家点点关注，盯球啊，回去回去，站在反手去。再小点，再小点，别引拍，对，动。再快，重心再过来点，海哥，再过来，重来，再过来，不对，脚不对。哎，为什么我也在犹豫这个问题？我看李老师也是这个问题。你发我个正手，你现在我给你学一下你啊，大点，不得大点吗？就在这儿，海哥，看着没？为什么不能？来，你再发一个，看，角度已经这么大了。就模仿正手打过来你的斜线位置，你为什么脚和身体不能过来呢？你这只左脚为什么还在反手位？人的长度是有限的，腿，就是你再跨不过来，来，你再发一个，你看，看我的左脚在哪儿呢？你现在还在这儿呢，它可不当累赘了，你只能迈到这儿来。你左腿没跟住这个重心，你再来，再来，再试一下，左腿跟重心，左腿重心过来，对，再过来。对了，再过来，好接不？好接，你做反带就行，不至于这球，做反带。哦，走，对，走，脚左脚跟，哎，这就过来了。左脚跟，左脚跟，喂，这不一样、啊。我看你，我又找到一个问题。海哥，教学错误模板。就是你过来的时候，海哥，来，你发一个，你别走，不要侧身上位。这球不用转腰，你看你来球之后怎么能增加质量啊？没有转腰哈、啊。来球直接顶哈、啊。你现在是？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挨揍的前提。可能挨揍挨习惯了。你可太逗了。挨揍挨习惯了，他说。你别肩膀别倒啊。走。哎，坐，漂亮，坐。做动作，做动作，对，做动作，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自己也感觉好吧？对，我直接反带他。是，这球给你，你自己太逗了。来，这再给我，我肯定就能过去了。明白了，直接过去手臂。啊、快的球到这儿的球，这就是你防守状态。对方已经很快了，来不及转腰了，不用左肩再对球了。什么球可以这样？你给我个慢的，你过来这种哈。随便你咋甩，过来球已经很快。哦，懂了。他怎么做回击动作？就是我跟你说，你这样打回去的，你看，他也是一板半高，还是挨揍，还是挨揍。所以你怎么能化被动为啊？来球以后，啊，真是。到这儿以后就是手动作了，直接一手。在快速对抗中的时候，身体动作作用性就很少了。只有在机会的时候，身体的作用性才大。对，什么踢过球把身体都轮上，轮死对方就对。啊，明白了。机会是让你来发力的。机会在高速对抗中，它不是个机会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保守性处理。直接来就完了。对，我先护住。护住的。我先护住。对，直接来。是不是？明白了。所以对方到我们正手位，他是什么样的球，取决我们是什么样的动作。如果他发力，他是拉。我动作就做正手攻球的三分之一，你看，再来，你看，
对不对？对。如果他是主动变现，我打个比方，他就帮打我一百，我想回击，我就做三分之二，把动作做快，明白了。如果他过来这板球是慢的，你帮顶他一板，他兜你一个这种，那你还在这儿，这就给人家机会了。对，像这种慢的球，马上过来，抡圆了身体，也要得的就得的分了。对，哎，给他进攻这一下。嗯。现在呢，就是很多这种防守来不及，就是一不撑手，二太慢，三呢就是他打你的时候人还在就是拉手去对球，对不住了，只有放在前面才能对住。明白。就是来球以后，你看他特别快的球，你看，哈，对不住，只有，哎，这是，才能对准，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无论是中间还是反手，都是这样的。你看反手也是，你来球以后，你没有球快，所以你一定不能做引拍，你一定把手放前面，这就像墙一样。你看他一打你，哼，他越发力你越好打，越发力。你一引拍，球速一定比你快，你还没等往前呢，球已经跑后面去。懂了，一下就被顶住了。所以好多好多我们的防守状态，我个人觉得，都是因为引拍造成，就来球以后，他不是这样，这样。对。习惯性引拍儿，对，有点像攻球动作。对，因为他总练攻球，就寻思这也得引一下子。对对对，去对球，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对对对，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的防守就会好很多，好不好？对，来理解了，我打一下六啊，亲友们。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啊。嗓子有点哑呢，怎么？我一吹空调就有点哑。都这样。理解了，给小韩老师打个六。没有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好不好？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我看谁帮我点赞啊。好，谢谢梁叔叔，谢谢李老师，还有善福，还有谁帮我点赞？对，感谢球友们支持啊。姐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没开空调，我就想出点汗，我觉得夏天出汗真的好舒服，出点汗。好，下一个就是什么呢？对方拉那种球比较短的，大家发现没？难接。比如说海哥，你拉我一个短一点的，就是你帮张一拉，然后你看，就这种，这种有没有，亲友们？有没有？你看一拉，对，又短又转的。我现在错误动作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真是还原了错误动作，对，充分的还原了错误动作，对，要充分还原赛场上的错误的一些东西。有没有球友是这样的？是不是怕这个？就是什么呢？他一个是怕冲，怕快。他这样拉一个。对，第二个就是他这么泥皮之后，或者他那，哎，就一个小带高调。小带，然后这球呢还相对来说有点低，完了还有点拱，还有点转。对。就有点高调转，哎，这个球我教大家怎么处理啊。还有第三种就是高调，还有就是特别转的球该怎么处理。像这种球你记住乒乓球的道理，就是它有多高你就拿多高。比如海哥，你给我放个高球，你看啊，再来。如果你这样哈，像不像，亲友们？像。为啥呀？那球搁哪儿呢？你手搁哪儿呢？你再放一个啊！为什么总打半高啊？哎，就感觉奇奇怪怪。我小时候就这样，这球咋总对不准？还晃，忽忽悠悠，飘飘忽忽的。对，就来了。因为手没拿起来，你打高点，完你手还不拿起来，球搁你脑袋上面呢，它可不漏，是吧？懂了，球多高你就手拿多高。对，你再发一个半高。如果球拿高，你看，哎呀，来球以后球拿高了。他如果再高点，不是，就是那个再低点啊，错了，这这么高，行，你拿高了行不行？你拿低了行不行？都不行，你就得随着球的高度，比如来球以后看，他要再低点，你就更放低，看，他再低点，再给我发低点，看，来球以后他多低我多低，他多高我多高，所以说他在给你拉这种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防？是因为你再拉一个，是因为你看他高，他拉过来的球相对摩擦比较高一点，然后你是什么？你手放太低了，看，能理解吧？完你再做个动作，对，正好出界，完美的出界，他转，你让他
他让你出界，你怕你不出界，你再把这个动作做成这样，就真正的出界了。真出界了。嗯，他这板球跟防高调是一样的，不论他这个球夹的有多转，你只要把手拿起来，你看你拉一个，看。啊，这么防。如果你低的话，你看他一拉。哎，真的就这样一下出界了。肯定，就你感觉你碰他都会出界。对。就是因为你还在制造弧线，他的球已经很转了。你看，我把手拿起来，你看海哥拉一个，他都容易出界，哈、嗯。我不做动作，他都容易出界、嗯，所以你还得做点动作，因为你拿起来还得往下，他到你球拍上，球是迅速往上拱的，你得拿起来往下压，他才能压住。嗯。因为他是上旋球，他是这么摩擦的，他要是这么搓。你这动作就会，无论它有多高，只要你一往下打，你就吃旋转，就下网了，是不是？但是它是这么摩擦的，它过来的球到你球拍上，球的运行轨迹是往上拱的，所以你到你这个位置，你还往上，你还往上，它肯定看，它肯定出界，嗯，所以这个球一定要拿起来，然后往下，往下压，啊，啊，这就好接了。这就明白了，目的就是让你出界嘛。对，我拉转就让你出界嘛。所以你把这个旋转得说句特别咱们通俗易懂的话，你得把旋转给它压下来。怎么压下来？你肯定靠收臂的角度和拍型把它压下来，把这弧线压。你靠腕儿你都压不下来，你靠肘你都压不下来，你就得靠前臂、手腕、手腕，哎，压拍的方向能把球压下来。反手是同样道理。你看你来球以后，为什么很多人一防？你看他，啊。他为什么出界？因为对方到你球拍上，他是往上拱，他是弧旋球。嗯。然后你按照你正常平击球，他没有旋转去处理。如果他没有旋转，你看我往前，你别给我拉旋转，哈。嗯。能上台。能上。但是他手上抖了，他加摩擦了。有旋转。到你拍子上，他不是老老实实往前，他老老他是什么？不听话的往上走。嗯。所以你得把手拿起来压一点拍，哈。啊。哈。我才能摁下来、啊、我才能防上，是不是？球友们，一旦这板球变得什么，变得到你拍的这儿，你再拍心亮点，然后你再往前点，或者你再往上点，那你说他不出界谁出界呢？所以遇到这种短一点高一点或者长一点高一点，你第一个球防出界了，你第二球又防出界了，嗯，就代表对方拉球的旋转太强了。比如说，你看你正常防守，他一拉，你看我一防，我出界了。第二个，我一防又出界了，代表人手上有活，他摩擦好，他转。你看这动作是这样的，这样的，他拉的就是转。怎么办？拿起手，往前下走，拍型压住他，你看。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对，就是他的目的，一旦出界多了就两点，一把手拿高，二往前下方，因为你手拿高你自然拍型就压了，嗯，再往前下方一走，嗯，越到球的顶部，嗯，这个球它越不容易出界，这就是摩擦。你看你攻击的时候，你撞击的时候是亮拍，你摩擦亮着你就拉不好，所以你肯定得压拍。所以他拉你正手，无论正手反手，你看我反带也是，嗯，我越摩擦到球的顶部了，这板球我越不容易出界。但如果我越到球的中部，你看我越容易出界，啊，我越带不住，嗯。所以说我们防守也是这样，哪怕你不会反带，你是这样，啊，压住了，对，哎，压到球的中上部，这样就能压住，就能压住旋转。你如果是这样的，你再一往前收或者一往上收，它就容易吃旋转。懂了，下把见着这个球知道怎么防了。哎，是的，就是一定是对方拉，嗯，因为他有的时候是高调弧旋球，他多高，嗯，你多高。懂了，你这个拍子拿起来，嗯，因为你比他低，你很容易一低的话，一看球高，我再去摁他，他就开始产生制造弧线的动作。啊，我说他一下就飞了呢。对，你看，比如说我低一点啊，海哥高一点，嗯，他拉完之后，像这种球，你如果高，你可以往下，嗯，对不对，嗯？如果你低的话，你是不是会翻？真是。你看，因为你感觉这球比你高，你越翻它越出界。就是这样。因为你翻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得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嗯，再下来？但实际下来这一下已经顶到你了，因为弧旋球它太转了。嗯。你来不及摁它，它不像平击球。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就是出界的过程，我给大家做一个，看，
哎，啊，只是你自我安慰的，大家明白了吧？明白了。所以引拍太关键了。你为什么会吃转的弧旋球？就是因为对方拉过来这板球，我擦一下汗啊。啊。就是因为对方拉过来这板球，你手拿太低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啊。这引拍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对。发力方向也很重要。发力中方向。大家仔细听啊。没有关注我的，大家点点关注。对。嗯。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大家。嗯。好不好？没有关注小韩老师的点点关注，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是的。直板也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直板啊，很多人问直板，直板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他一拉的时候，你不能怎么样啊？啊，你要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啊！用力方向一定向前下方。懂了。首先我们要明确，对方来球以后，他到你拍子上，你把那大球给我，好嘞，他想干啥？他的目的是啥？他目的是什么？嗯，他拉你或者他发侧上也好，他到你拍上，平击球是什么？比如我俩正手攻，咱俩打个正手攻，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要了解旋转，没事就中间就行。你看，这种平击球，他到你拍子上，球给你的作用力是这样的，没有太老，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你看，这种我俩这种相持，包括反手啊，他给你的作用力是这样的。嗯。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拉过来的，或者发的侧上拳，他到你拍子上，球是这样的，啊，还跟你拉一个啊，你看，啊，到你拍子上，你要不做动作，你看他往出飞，对，所以你怎么办？你明知道他这样，那你想想，一个物体要往上走了，你下意识是不是得往下压下去？对，要不他就跑了，你想抓住他，你是不是首先得起来？嗯，比如说到你这儿，砰，他起来，你是不是拿住？你是不是得这样？嗯，你不可能只举着吧？不可能。你下意识抓住他，肯定是这样的。对对，给他压下去嘛，对不对？嗯，他的目的发你侧上或拉你侧上之后，他的目的就是什么？让你出现，哼，所以你就拿起来往下，拿起来往下，你包括接侧上也是这样。嗯，他特别拱，但是有的人他侧上发的不是很纯。对，不纯。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了。嗯。是吧？那侧下是什么？他到你球拍上，你看你发一个下旋，你看我不动，哈、啊，他到你拍子上，他为什么往球台往下滚呢？因为他到你拍子，他是想这样往下拉这个劲儿，对不对？是。那我怎么能破解这个劲儿？我就开始有了弧旋球，他一往下，我一往上，他俩是不是形成合力？他往下，我往上；他往下，我往上；往上，嗯、他往下，你往前。完。下网。吃旋转了。吃旋转。下不去。对。摩擦不住。吃旋转了。吃旋转。然后对方发一个侧下，你搓球，你不往前搓，你往哪儿搓？你往下搓，是不是助他一臂之力？吃旋转。吃旋转。因为往下旋，下旋就是让你吃特别转的下旋球，你就不能太往下，你要往前。嗯，你看这样。哎，不好意思，往前搓。哎，如果你看，那就是助他一臂之力下网，他本来到你拍的他就往下跑，你再使劲往下的力多，他就会更下网。更下网，对。所以说，根据对方来球，他的目的，他想让你干什么，你就找到他的方法。他想让我出界，好；他想让我下网，好。好，哎，我就往上。嗯、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误出现。懂了，是不是啊，朋友们？还有，我们防守是要防线路的。我问问大家，你在比赛中，对方正手位一般拉你正手还是反手？问问大家。对，就是抽到你正手位的时候，是拉你正手还是反手？对，他是拉你正手还是反手？谢谢大家表扬我讲课讲得好，比心啊！比心。没有关注我的点点关注。对，点点关注，点点赞。嗯，就是你搓他一个正手，他是拉你正手还是拉你反手多？啊，对，换球台了。对，昨天换的，大多数是正手，是不是？对，都是正手。我感觉好像正手会多一点吧。多。因为你搓他的是正手。嗯，他要不就是拉直线能拉到你反手，还有很多人拉直线是因为他不会转体，不会收臂，导致他只能推。对对，就是这个。他只、嗯，但他那种直线呢是这儿，是这儿，不是这儿，不是这儿、嗯，你就不用太担心，速度不会太快。嗯啊，大部分的球都是你的正手位，所以
我们要想防守防得好，比如说海哥发完球，你发我个这个正手短或者反手短，正手短，反手短吧。好，嗯，我这个球我搓完这个球以后，嗯，我人在这儿，对方在拉我正手，来你拉我正手啊，搓一板拉一板。嗯，你看搓完怎么办？你说这个球好不好防？不好防。所以你要想好，当你变了对方正手以后，无论是你上旋变还是下旋变还是发球变，你再还原的时候你就不能站在这儿了，你得站在中间去做这两边的护台是吧。他如果是反手位你站这儿这就危险，他如果是个直线这儿肯定能护住，你相信我，一探身体护住了，走的是直线球，走的不是斜线球。对对对，斜线角度才会变大。对，那如果你站在这儿，来海哥你拉我直线，你看我是1.65米的身高，你看我好不好防。但如果你搓完之后你就在这儿，对方再拉一个，你确实不好防，你站在这儿对方拉你，你确实不好防。但是如果你发完球或者什么，你知道你的人的重心应该是站在中间的，你就好防了，好防了。无论是你反手变线也好，搓也好，发也好，调也好，拧也好，当你给他正手位以后，马上身体要调整到中间，护住正手位，因为大概率都会在你的正手位。这个位置。除非你总反拉他，反带他，他一看不行，他给你反手。哎，对，或者当他拉出直线动作的时候，必然会质量降低，必然速度会降低，必然不是熟悉的线路，他会产生自我失误。我们逼的就是他打不熟悉的球。啊，这就是比赛的一些。对啊，这就是心理啊。心理。他千百次的拉斜线，10个拉上9个，拉直线10个拉上5个。我们逼他必须拉这儿，这条线我给你守死，我可以让你进攻，但我一定有后手。就是当我变了线之后，注意力一定要放在这儿。这就是高手思维嘛。对呀，我没有一个变完正手之后我还搁这傻呵搁这站着的，我肯定是往中路站位去堵球了。嗯，我比如说我反手梆梆梆变了直线之后，我人的状态是这样的，这样正手我才能进行反击。我站这儿我咋反击呀？他手臂快呢，男孩力量大呢，我怎么办呢？对，那我变线干什么呢？我找罪受是不是？对，让人一板抡嘛。对，如果是给他反手位。因为现在普遍的业余球友是什么？你给他反手位，他反手拉起来这种球，你想想，比赛中能够拉直线的，他基本反手位，就包括我也是，他肯定以旋转为主，旋转多了，他速度肯定慢。所以你在搓完这板反手，或者对方给他对相持的这时候，你反手得站住。现在我们很多球友是什么？反手打完一板，他人晃，比如身体不定。对，他人在这晃，那你说他怎么能对住这板球呢？是不是？就我们无论搓，你看我搓完他一拉，棒，比如说你拉我几个反手，拉我半台，你看无论他怎么拉，看我身体，因为反手你可以利用重心呢，他拉你这面，拉你这面，哎，该不动脚的时候可别乱动，半台的球尽量不动脚，只有他调动我两边的时候我再动脚。你半台，比如说他拉你半台，你这么防，你看，啊，这么了，这咋整？你中间这个球这么防，看，拉我中间，拉我中间，啊，拉中间，这儿怎么办？对，人的重心千万不要把你的漏洞暴露给对手，就是他在打你反手的时候，哪怕是你给我反手半台，哎，你看我撕一个，啊，啊，他无论给你哪儿，人的重心去调整，中路啊，半台都可以啊，啊。我肯定不晃，我人一晃相当于漏洞直接出来了。对，所以他在进攻你的时候，你别他一打你或者怎么样，你先跑了，位置全让出来，你先动了，两边全让出来，就是你反手位完全可以利用重心来出手，就是你脚过来了，他也制造不了太多的质量，也没有什么任何帮助，只会让对方发现你更大的漏洞。所以你看我们在比赛中来再对一个反手，哎，我们在比赛中球友们看啊，在对反手的时候有没有，你看这世界比赛是不是没有这么忙到的？没有没有，他正手可能绑绑他这样有，但反手得反手没有，反手基本你给我半台他都是这样的，你看啊，
来球以后看他都是身体重心走走啊，哎真是啊，真是定住了。必须得踩住，踩住，要不然你正手老大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对方能攻击你的点漏洞，对，所以反手就即使他给你这儿这儿这儿都得这么动，可不能。行了，下把看谁反手那样的时候我就直接给正手了。对对，身体重心他一定没有，一定没有了，对，好不好球友们？嗯啊，理解了吗？理解了我们一起打一下大拇指、嗯、啊，来我们问一下。嗯，对，可以脚去找球，这个是没问题的，脚去找球也是可以的，但是反手位不用说脚下、啊、不用这么动，比如说你踩住重心，你看反手反手中路中路走走，这个是可以的，不能让它散架，它不像正手，因为你反手到正手你必然会动脚、嗯、是不是啊球友们？没有关注小韩老师的点点关注，点过关注的球友给小韩老师点点赞、嗯、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平时打球是进攻多还是，谢谢女王啊，感谢您的这个讲得很好，我看了一下哟，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扫不了啊小强，大家好像都挺喜欢那个讲防守的，是不是？平时大家进攻多还是防守多？来摆一下，哎，问一下大家，你是进攻多呀还是防守多？进攻多啊、哦、进攻多呀，那我们还得多讲进攻啊，有的人是防守型，有的人是进攻型啊，有的人是防守型，有的人是进攻型，那么我是这么觉得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球友他有一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有很多球友他是属于防守型的，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好不好？防守型的怎么办？防守型的球友听小韩老师的，你把你的控制，比如说摆短劈长撇搓练好，你的防守会更好，就是你的接发球手段和你的上一版处理别太老实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进攻型的球友，你相信我，你把防守弥补一下试试。对，你球会上老了。我们打球就是没有进攻的时候，我们就主动防守，你有退路，相当于你是双向打法。但是如果说你只会进攻，我跟大家说，你会发现有一天对方控制得很好，对方的球速很快，他很克你，你就不会了。哎，真就这样，感觉好像就是我好像。因为有的人搓球他不好好搓，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对，不是那种正规搓球。哎，反正咋说呢，不用这么多哈，反正咋说呢，我觉得业余球友还是、嗯、就像老韩说，尽量技巧性多一点。嗯，技巧性越多放边上就行，技巧性越多这个球越好越好打，技巧性越少这个越不好打啊。高调前冲球小杨老师刚才已经讲了，明天晚上想听啥？嗯，防守中进攻可以讲一下，可以讲一下。明天晚上想听什么？嗯，韩老师，我天天来，怎么灯牌没有了？不知道啊。这事这个是平台的事儿。这问平台呀。我也很尴尬呀。对呀。问平台。你们这个灯牌到不了小韩老师手里啊。可以，小强，可以。嗯，防守，防守很有收获，是不是？变黑粉儿。对，想听什么？来把这个明天想听的打出来。对，明天、嗯、哎呀，明天晚上李老师来，想起来，明天晚上李老师来，明天晚上给李老师讲课的时候，然后顺便给大家讲讲，明天中午讲勾手，明天中午十二点准时讲勾手啊。对，爸爸收到了，质量杠杠的，谢谢您。就是明天中午我们讲勾手，明天帅帅要去打一个长春的什么联谊比赛呀，他周六去了啊。然后小韩老师明天中午正好我自己直播，我就给你讲勾手。我不想开空调，我就想凉快，就想那个出出汗，对，然后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快一点、嗯、啊。好，那个明天晚上李老师过来，我们检验李老师的进步，然后根据李老师的一些问题，我们逐一的给球友们进行一下解决，好不好？嗯，好，来吧。鞋子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然后我们上一
下鞋子，大家都基本我的铁粉应该都下单了啊。嗯，有没有在小韩老师直播间买过好几双鞋子的？有没有？有的给我打一下有字，应该是很多吧，我觉得。啊，对，灯牌为啥没了我也不知道，问问平台吧。啊，都已经有好几双了是吧？这款球鞋呢是今年好像咱们今年的新款吧，咱好像还没有那个出过，咱好像还没有出过这个球鞋。对，咱们今年好像还没有出过，然后这是今年的第一款。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鞋子应该在23号左右、24号左右就能安排，不用等到25以后了。嗯，然后呢，这款球鞋啊，我们应该讲得很好，谢谢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第一款首款的纽扣吧，是不是首款的纽扣啊？你们是有没有就是在就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款纽扣鞋是在小韩老师直播间拍的？有没有？有的给我打个有字。有是吧？这也是我的第一款纽扣球鞋，咱们都是一样的，咱们是同款，挺好穿的，而且呢，我个人觉得性价比高，确实是200多的纽扣太少了，颜值高的也少。对，然后软，特别软。你看我今年训练高强度训练，这一个多月也有过5-6次了，嗯，一点问题没有。高强度啊，我可不是站在那儿，是不是？嗯，码数是正码，就是没有太多号了。然后呢？这款毛巾一直到送完为止，有些球友说到底能送到哪天，要不就是星期天的中午，要不就是星期天的晚上，得取决于小韩老师每天卖多少双，到星期天的中午和星期天晚上我们的生日福利专场就没了。每一年的双十一和每一年的生日，小韩老师每年都给大家福利，好不好？去年我们也给了，今年也给了。然后这个毛巾我们一直到星期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然后明天应该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出去，星期二的拍的球友都可以收到，明天就能看到很多人物流已经开始动了。但是是星期二买的，他人家是第一天买的，那是没办法了，来了几百双应该能复合到大家。嗯，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是正码正拍，好不好？男女同款，男女同款，哇，都有3双纽扣了，我的天。男女同款，白金色，颜色漂亮，质感好，性能好，还有一个就 low， 就是小韩老师真的，你穿上之后你打起球来，过两天我一定会问你这鞋咋样啊，你穿着舒不舒服呀。哎，你小韩老师一定会问你们啊，等一周以后。嗯，对，每个人只能买一双。有些人说为啥不能打开限购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日专场。对，你说做生意呢，谁不想他恨不得一天能卖你一个人买100双。关键是咱现在是补贴，补贴球友们，每个人咱都是一样，好不好？每个人我们只给球友们一个名额，有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非常多的买一发五的福利，赶紧去拍，好不好？嗯，哎，都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假货太多了，某音上，您放心，小韩老师不会。对，小韩老师不会啊，买到假货你可赚了，我10000双、10000双给您，好不好？对，来啊，我们现在的福利有哪些呢？护腕、护膝，珍惜机会啊啊！袜子一年就一次生日，还会有一条小韩老师同款的杰沃龙年版的双面印花的毛巾，双面印花，看看这面的和这面的，大家仔细看看，看这面35×75的厚毛巾，对，福利有限，每个 ID 只能拍一双。正码正拍，买不了2双，每个 ID 只能买1双哈。正码正拍，谢谢勋勋。在小韩老师直播间买过鞋子的球友应该知道，小韩老师在挑选鞋服类的质量性能应该有如何。现在我们已经36和38码的鞋子全部断货，毛巾是58块钱，现在的鞋子相当于二字打头的纽扣，你们买的纽扣都5-600吧，便宜点的400多，对不对？对，
现在的纽扣268，男队国家队主教练王浩代言的 EVA 高弹缓震底，带有前脚掌和后脚掌气垫的，防臭吸汗，对于汗脚非常友好的，并且能做到四面带网的无缝热切，轻量化非常重的一双专业乒乓球鞋。什么叫轻量化？随时拿这个号码跟你现在的鞋子比较一下，放在秤上看看哪个轻哪个重，而且买一发五，对，买一发五，对，30块钱的护腕，39.8块的髌骨带，15块钱的袜子，58块钱的毛巾，把那毛巾盒拿来，刚才我就跟你说了，毛巾盒在厨房里，在那个餐厅里，我拿过来，双面印花的毛巾，加起来我们没有任何需要你配合和任何事情，全部都是一起给您发出去。收到货以后，毛巾、鞋子、护膝、护腕，喜欢我们就留下来，不喜欢我们就拿回来。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全部那儿的毛巾盒，全部要正码正牌，正牌，对，好不好？正码正牌啊，这个福利是我给你的，后续你们在其他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鞋是268，对，没有任何福利，人家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不能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就便宜了，那怎么可能呢？这是雷神品牌和小韩老师给你补贴的，是的，今天买下单可以享受这个，明天买不一定，后天买可能就没了，对啊，抓紧下单吧，鞋子是 EVA 高弹缓震底，是世界冠军的选择啊！无论王楚钦还是莎莎，都是这个底，全部是这个底，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这个毛巾呢，发货得25号左右吧？对，而且是啥？这个毛巾跟大家讲，送完为止啊！对，赶紧去下单，现在还有这个毛巾？没有多少了，只有400多条了。是吗？对，那就赶紧下单呢。没有多少了。嗯。我今天中午播了一会儿，然后我练了一会儿球，然后播完之后就卖得更好了。对，看我练完球之后鞋比我讲完课卖得还好，下次不行我直播练球吧。给大家看一下啊，白金色，对，而且呢给大家看看，哎，一直是268啊，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对，抓紧下单吧啊。抓紧下单，现在是36、38码全部断货。有些人问小韩老师，你这个鞋子还会有吗？会有，但是没有这个福利了。对，一年就一次生日，这是小韩老师生日补贴专场。当时本来628就想卖这个鞋，因为南方下大雨等等因素没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延后到现在这个时期了。今天才是小韩老师卖的第四天。星期二开始卖的，对，星期二晚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现在你看看。